熟女白天很多事，熟女晚上有心事，帮你搞定熟女家务事。很多人说呢，女生真的有够会买的，买东西的时候脑波真的很弱，理智荡然无存。但其实在我身边，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男性也非常会买，但是我们要来判断一下，他们到底是真的会买还是瞎买一通，好不好？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了这个失心疯爆买 PK 赛。哎呦！我们来拼的是瞎买王，好不好？哎，你先讲一下自己到底有多会买。我以前好喜欢买东西。哦，我也是。我昨天订的蜘蛛人四张票。不是这个，是因为有一些国外的网站啊，对，时差的关系。下折扣的是比如说一些黑五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们的凌晨，没错。然后你知道凌晨老公睡着的时候，没有人在念你，阴暗的灯光下，每个东西都特别的好看。然后一直滑，然后买完新买，而且我有一天晚上曾经就是我要买一双鞋子，我在 A 网站没买到，我就去 B 网站，我逛了四个网站都没有，我就睡不着了。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到那一双鞋。后来终于在一个网站上面买到了，我超开心哦！我一结账，他说到货日哦，我11月中买的哦，1月中。到货，1月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精神，我相信你一定拜入非常多厉害的单品。我就是非常喜欢这种亮晶晶，就是一般人可能不会碰，觉得就是辨识度太高，就是觉得哪一次这样子。华姐就是盯着你，每一样想把包买。彩华姐每一样都喜欢。彩华姐，你那么有钱，我 double 卖。你喜欢哪一个？你不要跟我讲，好不好？你定，真的，彩华姐那个料杯啊，都要镶钻呢。你今天这个包一个比一个闪亮，好亮。所以只要是亮晶晶的，都是你喜欢的，都是我想。你像你这样全白，你这样全白背它，好不好看？超好看！突然就有一种时尚的华丽感。是白色的，你懂啊？像你这种桃红色，有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你整个贵气，很贵气，看起来很像要去菜市场的贵妇。菜市场啊，是啊，在这么 bling 很时尚的夜店哎，夜店款的。我跟你说，像你这种桃红色最好配衣服，你看像这种彩虹色的有没有？哇耶！你这个也可以，因为你白色有没有？我觉得他很像我认识的店员哎。走秀，好，往那里是不是？好讨厌，讨厌，太挤嘞！哎，对，前面就快要跌倒的感觉。可是我必须要讲啊，这每一个啊，其实你看这个质感啊，细节，它很多的细节，而且它这个要做这种渐层色，其实是有难度的。对，它的 logo 是一个鸟头，是不是？焦糟白，没错，是一个英国设计师的牌。这个我那时候他下杀折扣的时候，我抢到最后一个，哇塞，2800，哇，你真的很会买。一个是要让大家来猜，一岁开始的时尚，一岁开始的时尚，对，是什么学步鞋那一类的吗？洛丽塔猜学步鞋，还是什么水晶奶嘴之类的？水晶奶嘴可以拿，水晶奶瓶，球员很厉害，水晶奶嘴，他讲。
出来，好适合你。水晶汤匙，这样子会是不是？是真的可以用的吗？还是只是放着？没有，它是外面是香水精，它的奶嘴的地方还是那个。哦，真的有的就对了。有这种东西啦，有，合理合理，还是爱马仕口水巾。哦，哎，只要是跟马氏接兔奶这样子，跟你有关系的，大家都跟精品就是会连接在一起。老师，我觉得是不是什么比较昂贵的品牌的一个围巾或一个什么小毯子之类的 ，baby 用的那种小毛巾，长大也可以用嘛，长大会喜欢小贝，小朋友也可以用。就像爱马仕的那个冷气毯，现在有些都买不到啊，有小粉红的那种，感觉都蛮合理的，蛮合理的。好，那我们就请思嘉自己来公布一下喽。嗯，真的怕，有你怕吗？哎，网友讲话很难听耶，奇怪，你们没有被讲过吗？有吧？那种好像欠他几百万踩破他骨灰坛的那种都有，你也没有在怕，没关系，钱都要结账。自己买的有什么关系？我是没在怕，不然实名制搭出来好不好？直接露本名留言了。对呀、啊，对不对？来了，不要怕，来，就这个。哦，好可爱哦，好美哦。跟女儿有什么关系？跟女儿有什么关系？没有，我们很好奇，想要吧？对呀，跟女儿有什么关系？壮壮，你看你拿多适合，壮壮。脏用脏你就完了，容易怀孕，容易怀孕，会真可以吗？可以的，可以，它可以，真可以吗？可以耶，好美好美，哎，掉了，哎，掉了，啊，怎么包包拿去还给太太？怎么了？包包拿去还给太太？宝宝来了，太太，太太讲过多少次了？你拿的时候要装太太套子包起来。你这个包跟洛丽塔拿有多不自然，同手同脚在走，然后包包还这样，压力很紧张的，压力好大。老实讲，因为我每次要买这个白色的包包，我真的都犹豫好久，因为白色包包真的很时尚，很好看，很冬天。可是你就要想说，我每拿一次出去，我就好像拿了几千万的感觉，就是你要很紧张。而且我跟你讲，白色已经够让人惊了，对不对？它还是毛的。对啊，白又毛。而且我跟你讲哦，我刚刚看他以为他毛毛包嘛，珍妮拿来看，他其实很有分量，因为他的把手，把手整个都镶钻，全部金属加上皮革，全部在哦混，你知道购这个包你真的会背出去吗？镶钻会背啊，会背，是真的是舍得背。这个是怕他带这出来，我会自己去隔壁台，绝对不跟他坐一起。没有啦，就是还是要看场合。这颗包是在台湾买的吗？我这个是请代购帮我拿的。哦，对，然后就是。比较少一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样子，然后它其实也蛮能装的，它里面还蛮能装，真的，里面都是白的，真的有在用。我跟你讲，它里面都是白的，所以它而且它居然敢把唇膏直接这样放进去，有钱人真的是有钱人才这样子，要不然我们都很怕流出来。对啊，我有擦过，就是我用完的时候我都会擦一遍，然后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对呀，然后它连粉盒这样，这是粉盒吗？镜子，它钱是整漏。新到这个还没拆，还没拆。跟老师讲，其实他真的很能放，因为你看思嘉其实里面还放一个皮夹，然后好几支口红，然后我现金就直接丢一把，然后还有我的口罩。我当初买这个的时候，就是跟我老公话术说，以后可以给妹妹背。哇！然后爸爸就想到女人拿这种小包包，就觉得请问一下，它大概就是价位落在，你讲个大概就好，因为我怕你被骂。你一定是六位数嘛？但第一个字是多少数字？超过一。一定是每个金额款款超过一，有没有接近五？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到五，没有到五，没有到五。OK， 来各自考量喽，诚实，诚实，一二三，请举牌。夸张，老师是吗？你看洛丽塔，你真的洛丽塔为什么要买？因为
我觉得那个像那个牌子的话，我是都买不起，但是我身边有买的，他们都跟我说真的会增值，而且是摆了很久之后反而变得更贵，所以真的是可以留下来当传家宝的那种，就未来的。可是如果说以未来来讲，白色你女儿长大她已经变黄色了耶。但是因为我个人对于就是 bling bling 和毛毛头是也有一种偏爱，是，但是我也会觉得可以买。我跟你讲，如果它是黑色的，我可能就会买。你说黑，因为黑色真的永远就是不退流行，然后又好保存。可是你不觉得白色就是有一种别的感觉吗？就是有一种浪漫。白色太会出意外了，真的。老师也是买的，因为这个品牌你要有特殊皮革、特殊材质，又加上水钻、又水晶，基本上它就很难会出现。OK， 而且这个品牌它出白色的东西几乎都是皮革，它从来没有很少会出到有毛的，是它的毛的都出在它的服饰，因为它的服饰都很恐怖，所以它一种，我觉得我猜大概20几吧，差不多。对，所以老师觉得要是我会买，如果说我是女生，我会打扮的话，我会喜欢买这个。OK。你看我们三个买货人啦，可是在台湾那么热，什么时候要拿得到？哎，不重要，这夏天也到了，手脚冰冷的时候，好，这不重要，一起来的时候，没错，手很冷，好，实用性真的。三啦，所以他就不瞎了啦。对，没有，我们这个票数还是会累积，累积的，好不好？没事，反正我会报仇。我觉得三个虾，我觉得三个虾你要胜出的几率可能就还好，还好安全，目前安全在中间。好，欢迎下一位罗丽卡。因为这跟我们平常在电视上认识的洛丽塔有点不太一样。我跟你说，因为我就是私底下真的是一个有公主梦的人，还是公主病？没有，没有，想得这种病也不能得不了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看迪士尼的所有卡通，所以小时候，而且因为小时候很奇怪，我妈都不太让我穿洋装，原本我根本没有要买这些荒谬的衣服。你自己都觉得荒谬，其实是蛮荒谬。这边有贝儿。今天这个是谁？那一件也没有什么，就那时候就觉得很漂亮，我觉得也偏仙杜瑞拉，也是偏仙杜瑞拉。当时的状况是，就是今年双十一来买，看有没有什么迪士尼周边可以买。然后一搜索，因为搜索说迪士尼，所以就跳出了这些东西，什么迪士尼公主同款。然后那时候看，我就想说，哇，好漂亮！但当下也心里想说，这个东西买了要干嘛？对呀，什么时候穿的？你到底什么时候用到它？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价钱，对，很便宜，多便宜，这样子一件才1000多块而已，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值得啊，因为像之前我去参加，比如说朋友办什么主题派对，然后我要办什么公主，就是什么公主趴、迪士尼趴，然后我去租这种礼服，这租金也1000多块，所以我当下就会觉得哇，那我就直接这样买下来，以后有任何的活动我都可以穿啦。可是重点，1000多块确实是便宜，是吗？重点不是价格，是到底什么时候用得到它？没错，这都是我的疑问了。等到他们三件都寄来之后呢，我就看着他们，然后想说，年末了，应该会有一些圣诞派对啊，圣诞派可以参加，没有人约。结果好死不死，今年就是华灯初上，非常的红，没有人要走公主风，大家都说我们今年要办的主题派对是旗袍哦，或是中国风哦，或是妈妈桑，跟公主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买了这三件回来以后呢，就想说，都没有场合能穿，我今天很开心，贵节目让我有机会可以展示，终于穿上了。而且重点是因为这三件衣服都很大件，然后因为其实我就是住的地方比较小，然后那种衣柜也是那种木头很小，都挂不进去，根本挂不进去，我就把它摆在，只好把这三件摆在我的床上，然后睡觉的时候再把它们拿起来放到旁边，然后睡醒以后再把它摆回床上。其实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收纳这三件衣服，刚刚我们的服装师就帮你烫很久，你塞到床脚。没有，是因为刚带来，谁会带？可是我觉得啦，其实平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洛丽塔，真的跟这个形象完全不符合。我觉得她穿上这衣服之后，可能可以把自己销出去的几率多一点，真的吗？有一点女的
人味，对，是不是？而且你看我结婚礼服自己准备好，你不用花太多钱。不行，应该不行。我觉得如果我是男生，我在节目上看到他这么疯，我会觉得他真的太疯癫了耶。他的礼服还不是最疯的，你看看他这些鞋子，我跟你说，才这些鞋真的。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公主的关系，就那时候去逛街，然后呢就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台湾一个平价的品牌，很贵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看到就他们就说哦，就是那个招牌就是有迪士尼这样，迪士尼，然后我就进去一看，就发现他们出了一系列迪士尼公主的那个高跟鞋，然后那时候店员就跟我讲说哦，我们这一系列就是售完就不会再补货了，那像那三个已经没有你的 size， 没有就没有了，就是这样跟我讲。那我觉得你买公主鞋是 OK， 可是其中有几个颜色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没有错。当下就是因为反正他这样讲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有我 size 的都买下来好了。买回来以后就想说，哎，好像不知道要穿去哪里，因为像这样的蝴蝶结跟水钻，我好像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搭。对呀，真的这样子后面真的很难配，它蝴蝶结这样多了呀，超难。是我买回来后，我就想说这两双是不是其实算同一个颜色？对，这两双像到都行，是一样，都是 Cinderella 的颜色。对啊，然后就想说，可是当下就会被说服说不一样，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然后就想说 OK， 你看宪老师认同，他也说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这一次吧，老师是不是你就是店员吧你？王美，王美，这行不行啊？这很难配吧？很可爱，这罗丽塔就是有梦最美啊。所以呢，今天洛丽塔还是有带来一样东西要来猜猜，就是那道光，这两真的会发亮。对，来，大家可以边猜，它是灯也不是灯，是灯也灯也不是灯，对，其实是老皮嫩肉，但是老皮嫩肉，老皮嫩肉有关系，感觉又跟保养，我想的是吃的，对啊，大豆腐，美容仪器是不是？照了会年轻的，对啊，美容。鸡呀，没有，对啊，然后有光，红光什么光啊？是老师，因为他要老皮变嫩肉嘛，是不是这个意思？要永远都是公主的感觉，没错，对对，要变皇后啊，很快变母后，所以这是需要好好的保养。那请你来公布一下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老师非常的会猜，因为没有错。这个还蛮特别的。疫情前去那个日本玩，这个灯啊，你就是照了以后啊，就会那个增生胶原蛋白，然后还可以抗老，然后还可以美白去疤，还有可以舒敏这样子。哇，还有它附了四个头，对，这四个头分别不同，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对，比如像这边有贴一个蓝色，还有蓝光，那蓝光要做什么？黄光，然后有紫光，然后每个紫色，哎呦，有啊，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啊，有灯的，有灯，对，然后这个红光就是。红光会怎样？红光就是胶原蛋白，就是最主要的胶原蛋白。刺激胶原蛋白增生比较多，对。所以他照的，我跟你讲，对啊，他照的时候是要这样子一直换布，对，就是觉得这就是当下买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情呢，因为当下就觉得听了哇，好新的仪器，好棒哦，从来没看过，而且就是大概两三千块，觉得还 OK， 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总共用了两次，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这个这么小，对，所以它一个部位大概要照15到20分钟，对，我那每天洗完脸，额头15分钟。左脸颊、右脸颊15分钟，下巴、脖子都要照，已经一个小时过去。而且来重点，你手要一直举着，你手要一直举着，真的很酸，完全举不了。你光是脸，不是就脸15分钟，这里15分钟，这里15分钟，这里15分钟，还要分区的。所以后来真的手太酸了，就没办法不想用，因为你就太懒惰了啊。然后重点是照了以后，老实说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效还没有效，因为你撑不到一个小时，就要问老师这种灯。到底是有效还没有效？对啦，因为我觉得灯的东西 LED 它本来就有不同的灯光，会刺激你皮肤的不同层，比如说像有紧致毛孔啊，然后胶原蛋白增生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亮肤的效果。对。不过因为它的时间一定要够，不过它也要避开你的眼睛周围，所以这个可能它的使用上要有一些时间，包括它的使用方法。对，这个我都被朋友笑，他们说你就买 disco 球啊， disco 球彩色这样子转，每种颜色都有。我被笑到。不行哎，其实它蛮多功能的，它还有震动，然后那个光其实有发热。但我其实不知道它震动要，这震动是放在脸上然后导入的，因为我也有买。你也有，它也是盘子，它也是盘子。
人买同一台吗？我买的不是，我买的更高级，它不用换头，就是一个掌，然后有一个按键可以切换颜色，一个手掌大小。但是就像你讲，就是我照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我那个比较快，不用15分钟，那个大概就是1分30秒之类的。哇，一高真的比较高级耶，因为我买那台要10000多块。哇。可是你会不会想用？因为就算一分多，四个不同的功能，然后一个一分多钟，然后好三个部位嘛，两颊、额头、对，脖子、下巴，对啊，然后第二种，然后第三种、第四种，懂了，可以了，知道了。你可以觉得有一些事情可不可以给专业的来做就好了？自己真的做不来，觉得真的不如把这钱拿去给人家，没有变年轻，然后眼睛差点瞎掉，真的不会照眼睛哦。买的这个多少钱？没有这个我刚刚有说，2000多，就是大概2000，算是一种光疗机啦，2000-3000，对，老师是懂的。大家觉得这个值得买还是很瞎呢？专业的，来1、2、3，请举牌。哎，我刚刚错评你耶！不是，我跟你说，你就会败在这道光。我是评你的。怎么会买这种还要换头的？如果现在换头，那我就给你过了。好，换头不 OK？ 公主风有挺你，公主对啦，公主风。我觉得你就是不要再照了，因为他照下去真的会变母后。你先不要，太麻烦了。你大家讲成这样，服了。讲成这样，要不要跟我买？我完全就是一个刚才听你那个公主梦，然后觉得太感动，所以是被我的梦想打动了。但是这个也不要再花钱了，就是单纯，人因梦想而伟大啦，是不是？好，哎，你自己也有买的，你凭什么举我家？他就是要觉得在举家，他知道他自己也没有在用。老师，你什么意思啊？你专业的老师，你穿的衣服跟我的灯有什么两样？这是我们眼睛的，好不好？不是眼睛，生气啊！生气是那四种颜色，是你的四种颜色。这个东西是原理是对的，只是我觉得如果说用错，我会觉得很麻烦，然后我还要换。其实我自己，而且我没有办法每个部位照到15分钟，而且不过我觉得我会给他一半的原因是，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你可以给他玩那个红绿灯的游戏，就是眼睛会坏掉啦。因为有小朋友家里不是会开小车，哎，你先不要生气，你先不要生气，因为毕竟你现在穿着公主的衣服，你要维持你的形象，好不好？人老师很温柔的，你就承认你跟瞎买就好。对，而且讲真的，你今天穿这套最适合领奖，你真的。你这个瞎瞎讲瞎讲，颁奖典礼就是这种礼服啊！不是，我们后面还有3位啦，我们慢慢来。几个瞎？5个瞎？5个瞎啦？这么多？5个虾？没有，没有。哎，你们两个也举虾？对啦，3、4哦，你是半个一个，5个虾啦，5个虾，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危险的。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解决你所有的家务事，跟上潮流社会事，满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还有时尚这档事，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俗女家务事，赶快来订阅。